好戏剧里很重要啊，不要露出来给人家看见就好了。嗯，你被看见会怎样吗？他会知道我们 MP 哪边只有三台啊。你被他们看见的话怎么样？就是你可以看见他们。要过去了吗？过去了。咦，我还两台老鼠。那他们一定是打低点的。他们只有一台 MT 吗？一四零是，但是他们只有一台吗？他们有 GC5，嗯，有 FV 啊。那你们叫我刚才叫你们站的位置就是站。啊，我再去站 B 点，我去开关。那妹也去 A 点附近开开关，看情况就是。对，要小心一点。A 点没有人，我一台也开不了。啊，我在吧。把 A 点站起来，把 A 点站起来。快快点站到 A 点。你们可以打钻地吗？双枪被击退。老鼠往我这边推啊！乱上，还没过来。哎，你们快点去收140，两台包一、啊。快点去中间，中间推过去收那个140。他们打一波。我们要打爆枪了。最后有狙击我、啊，打不打他、啊？僵尸那边那个打压不好。僵尸有管道。我们重创目标。75。对，你们一句我没算。残血老鼠，残血老鼠。先抽一四零，一四零。我们该先打一四零。G 十五。两台老鼠真的守不住了，那个。对，守不住了。刚才你们哪边？那个守第一排那边是压掉了。但分两边跑啊，两台老鼠压一条啊。就是我们 MT 其实那个时间已经很快的，因为它是守不住，没有办法。啊，三场呢，我们是打 CG， 我们要把 CG 当起来。这是我的打法，哎，我和哈迪不是 A B 吗 ？C D 啊，我们上一场是另外一个人，那我不上，躲在中间。啊、C O 你用二对三吧 ，C O。我们先躲在中间。这场审美不用闪，小明哥用 I 七闪，是我要换 I 七。CO 呢你躲在我D 点后边那个那个房子最后的位置，不是最后的位置是 215B 的，也是比 215B 前一点那个位置的 CO 前一点那些房子的后边。他刚没有进那些房子，我知道啊，但是我有了上就 CO 了。那地理我和我要带加速啊，有长点吗？是长点。我们要是想安全一点呢，我们翻过一点点波过去低点会比较安全一点。CO 你都守在后边看着我们，看看他们是不是一波推进比较好。扩大区把 C 点站起来。什么你不用过去的、啊、可以过去的吗？好，现在过去。
二六三。他们要换二六三。诶，他们小一台，诶，进来。他最远了，哎，小明哥，你去把地点站起来冲过去，我很远了，哎，不行了，这边。好戏开场了。我去三四站地点。哎呀，他弟和小明哥去站地点。我靠，他们已经拦截，冲不出去了。不用怕，不用怕，我们全部都在前面的。目标未被击退。这是他们。打一波肯定是很难打，出不去了，没有那么轻松的。他地站不到地点吗？站不到，他冲不出去。没关系，冲不出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他们逼我们地点有一台，我们压过去吧，我们压过去吧，他们逼地点过不来，救他们的。我们也要压吗？压，压了，压了，压了。先收他们北远的，收他们的那些二一五兵，全都是阴的。不要都冲过去啊！不要管老子，收他其他的，不要管老子，那些二一五兵那些先收。先收一五，先收一五。他地把头你的杂物啊，背上你的卫生。那说明了。他地别管那个老鼠啊，打那个二一五兵。别管老鼠啊，先打二一五兵啊，打那些别远的。奥斯卡先躲起来，你一台就说他们两台，他们哪边先收狙击五，快点收狙击五。他地不要冲这边了，你先收那个二一五兵吧。好，你还打不下了？击中我们的履带，随时会脱毛。用 HP 收了，到二零三吧。工装的行吗？开了。好了，现在才打老鼠。老鼠其实是 GM 带我们打一个位。那我们地波出了狙击啊！又搞定一辆。好，下一场是葡萄园。葡萄园呢、葡萄园继续你指挥啊。是我指挥的。我们先躲在中间。GO 换I7，你和我去一起去B 点。全都回到中间，全都回到中间。回到中间。老师弟，你的二一五 B。我不要 I 七，我要去 C 五。你又去中间啊？C O 和小明哥，你们去 B 点旁边，哪里去守？好。解长哈弟，你先不要闪，解长闪没闪？咱们你去，我们不就在哪边了？现在是不是？不知道。我们应该在上边的，我猜。那什么你去飞去哪边开关点灯？第五期火大，你留在我们原生点那边去帮我们的 I7 看看他们会不会一波的包过来。你是说下了那个坡的草丛吗？你那边你找过你认为安全的位置去开关就好了。飞好，需要你去开关，但不能死掉就好。我怕我教你那个位置，你不懂去的话有点危险。接下来你先不用闪了。我们是不是不经常的？不真诚的，好，葡萄园，你这是说我躲在 I 七后面去支援他们就好吗？你的意思在我们远身点那边，但是二一五 B 就比较近，飞去那边找位置去黑他们。哦，反正我跟 Leo 去中间开关，就中间开关就好。我们再进去看看情况，再调整。因为我进去了吗？在哪边？好，过去。奥斯卡过来。他们一台 NT 一台 G15，其他钢骑。哇，好多钢骑。
好多钢器，其实要五台啊。不怕我们要有 ice fall。好，我们真的抓紧。啊 ，Oscar， 其实你啊可以往飞区那边，我觉得进飞区那边保护也可以啊。你可以进到飞区去。钢筋掉了，他不会想拿这三块，他很危险。你小心，你小妹，你后边有一台 IT， 我不知道。小妹，你跑去我们远线点了，后面有人，后面有人打我们，他们都在废墟那边了。小妹，你绕过去四点去绕他们后边。我老司机，你先躲起来了，快些的话，没有贼人上出去了。躲起来。I 七 B 等的 I 七，压上去了，是是是，烧他们的 I 七。暂时都没有限制他们。我们要求死的。快点收了他一四零哦！那个狙击，前面跟八米开，我惨了，我打人炸坏了，前面你快点收。好，前面去收狙击，前面都不用躲了，你去快去收狙击吧。接受残血的，残血的。哎呀，不像我们已停止移动。包弹要加。你拿 M 牌的机会来了，你拿 M 牌的机会来了。用杠打杠机，到底？我还有一张。我也没了。呀，我们浪费一箱子。撤离坦克。老司机，为什么你那边刚才吸那么快？你那边吸他们一波压进废墟吗？对啊，他们三四台杠七在那边，然后我要打那个、啊。后门是啊，完全是一波的压那个废墟。老司机，刚才呢，你那边呢可以朝上去呢，都可以躲掉的。要是他们在这里来过，我看见你警察冲出来，被他们狙击五弄死。是啊，他们狙击五可以黑很多，躲在后面。其实我真没了，真开光的。啊，没关系了，我今天打完。喂，今天晚上对 NIST 啊，对啊，这个才是那个 CEO， 那个 CEO 来的。这样子的话，我去发那个温馨提示是。先发那个温馨。刚才有没有趴平？我要看看刚才我们是。我有，中间其实守得很好的。
我有飞去哪边帮帮帮的太快了，那边车不够啊，然后那个杠是在打下面，那三台就直接过来冲我。不是奥斯卡的钢丝在哪边也顶了很久，可能 A15B 不要走进去吧，三星。你刚叫我走进去打、啊。我觉得我的 A14 是在后边保护神秘的跑，但是神秘都跑掉的时候，你们也可以先退一退。但是飞墟那边你可以摆爪啊，有些房子可以躲，也不用撸这么多出来。我刚那个位置摆爪会被。不是，刚刚你是在废墟最外边哪里吗？什么找也摆不了、啊，因为左右也能打到你。其实废墟那边有些可以东西可以躲起来哦。因为刚刚你们那边奔太快了，其实我们沈妹这边也收掉他们一些人了，其实我们那边可以打。他们好像是三台杠七在废墟，两台杠七是从坡爬上去。是啊，他们是一波推废墟。然后140跟 G15 在那个后面黑枪。是啊，因为几个地图黑枪可以黑很多嘛。嗯。但是刚刚因为他们全都去废墟那边，我哪个位置黑不了了。嗯。要是你们刚才全都跳下去那个平台躲在下边的话，我就可以黑到他们了。他们要打你们的话，你说从废墟跳到下面那个坑？没错，没错。但是刚才你老司机那个在废墟上面不跳下来了，我帮不了他，因为他那其他车都在他后边嘛。变成老司机那边是有在顶先。哦，是打算说好了，干。没关系，我们学到的杀气就不用解恩书了，就好了。我军训练反看看，飞去哪边其实应该可以躲。